众生已平等，群起将所信的证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经。九龙西七号黄毓民、马玉生，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 myradio.hk 全力支持公投制宪运动。贯彻声势力竭，继续青筋暴现，身体力行，隔空发功，毓民踩场，现在同你剖析政治。毓民踩场青少年版，今日同大家见面。鼓下掌，系好，虽然是青少年人，但啲反应慢咗零点一秒啊，零点一秒都好啲，系咁好过宣扬，系系，佢就零点一三秒，我记得。喂，阿毓民介绍下啲侧边啲我哋啲吓，嗱呢个咧就即系我哋而家九西即系黄毓民、马玉生团队嘅青少年助选团啊。咁啊，佢哋好勤力嘅，日日喺街站啊，即係由朝到晚。其實個個都，我覺得即係我覺得佢哋係有個客啊，亦都可以吸收一個好好嘅經驗咯。喺呢次選舉裏邊啊，咁啊，馬玉生係隊長，係嘛？咁或者馬玉生你又講下，做咗呢輪成個月啦，你覺得？唔係呢次嘅實習同學都話我哋係千挑萬選咁揀出嚟嘅，咁啊個個都 defeat 啦，當然唔使講啦。咁啊熱誠十分充足，佢哋即係大家記得呢輪天氣係幾咁熱，日日佢哋早午晚站即係濕曬咁嘢翻到嚟嚇，滴曬汗咁樣。跟住啱啱啦，即係要講就係即係我哋啲入屋文宣就終於翻到嚟，而家就要血汗工廠開始。血汗工廠啦，今日就即係淨係搬文宣都搬到手軟啦，又要去攞貼紙啦，即係所以都即係好辛苦。而家我望到呢啲一箱箱係個文宣咧，定係啲貼紙咧？淨係文宣嘅五分一度。O K， 咁你諗下佢哋搬上嚟？仲有好似十九箱喎，淨係啲地址貼紙。淨係地址貼紙都十九箱，咁呢個就有好似十八個卡板度啦，係咯。咁所以跟住落嚟就大家都會得三日時間貼到啦。咁所以呢度呢三日都廿四小時，連埋圓洲村。係啦，兩個地板都會有開放。全日開放。咁就辛苦曬，即係各位手足啦。係啊，咁啊啲各位義工朋友啊，支持毓民嘅朋友，都希望大家即係放工又好，有一兩個鐘頭時間都好，即係去我哋個辦事處或者上嚟普羅呢一度，去幫我哋貼入屋嘅郵寄。去邊幾笪地方？圓洲村、圓洲村、紅磡村、紅磡村，即係我哋兩個辦事處同埋普羅啊，三笪地方都有人喺度㗎啦。有人喺度。O.K. 總之你任何時間行上嚟做兩個鐘、三個鐘都得。係啦，係應該係咁樣。咁希望大家幫幫手，尤其是住喺深水埗紅磡附近嗰啲朋友，係嘛？食完飯咁咪有一兩個鐘咧，咁可以上嚟幫下手嘅，係咪應該咁啊？仲有啲街坊啦，係咪？我哋啲街坊已經準備好曬啦，聽朝飲完早茶就嚟㗎啦。咁你估計即係三日可唔可以搞得掂咧？喂，呢個艱巨嘅工程嚟，因為你諗下，即係四十八萬份。即係除三日，一日要十。但係我覺得今屆咧就好少少，因為咧即係淨係貼一張即係 label 一張地址啫。嗯，就上一屆用咗貼啲波波仔嘅，你記唔記得？係係，嗰個設計靚啲咧。嗰個設計靚啲，咁但係而家呢一個即係又接咗啦。接咗。如果你要自己接就仲大鑊。係。但係接咧就好似仲貴過印刷費。都差唔多，差唔多嘅價錢。因為佢用機接啊嘛，接好曬，我哋淨係黐個地址落去嘛，咁所以就會比較方便啲。我記得上一次咧，我都去有去，即係喺大家貼呢個地址嗰個現場，我都有去睇嘅。咁真係又好煩。係。咁所以，但係今年嘅郵政安排真係要譴責下佢喎。其實係成個郵政署咧，就即係俾啲偽命題啊，俾啲嘢氹下大家。佢由即係今年嘅立法會提名嘅第一日。就開始大家可以拿郵件去預審，咁啊，即係都唔知審嚟做乜。跟住我嗰日就攞份件去審啦，我就好好奇問下個郵政局職員，我問佢其實有冇人攞份郵件嚟審嘅咧？咁你諗下投名期一日未結束，咁邊個會攞份郵件去審咧？都未寫咗一隻字出嚟啦，大家都係咪？咁跟住就問佢，
咁其實個 procedure 點做咧？跟住佢話其實佢內部咧未刊憲嘅，就連立法會話要 waive 咗嗰個郵資嗰個文件都未出，咁所以咧你哋寄幾多份咧佢又唔知嘅，即係佢內部成個體制未 ready 啊，咧就好似拖好長時間俾候選人去準備咁樣，所以12號即係8月12號就要寄出呢份郵件，比起往時提早咗咁多，即係令到成個嘅選舉嘅部署啊工序係趕咗好多咯。咁就係即係所有各區嗰啲候選人都面對呢個問題啊。是啊，但是即係呢個佢，我覺得佢而家嗰個截止日期咧，佢就提早咗咯。基本上就揾我哋老襯嘅，係咪啊？咁佢唔使提早到8月12號噶嘛，理論上係。係啊，佢話佢自己，佢諗住自己方便自己做嘢啦。嗱，我哋咧呢個文宣咧都會整個網上版嘅，係咪？會啊會啊。呢個我哋係好簡單嘅，即係或者大家可以睇下咧，喺網上都睇到嘅。咁啊嗱，個接法咧就係咁樣。接咗，咁呢度就係有一個即係地址嘅，咁呢度就有曬即係呢個選區裏邊嘅即係嗰啲地區啊，包括啲即係等於投票站啦。咁就總共就49萬份嘅啊。咁封面就咁啦，咁就有黃毓民馬月生團隊跟住7號啦。咁打開佢咧就有班咧嗱呢班而家我坐喺度嘅係部分人啦，咁就我哋啲實習同學啦，係咪？咁就呢張相咧，就係嗰日我哋做世大會影嘅，咁個個都好笑容嘅，睇到係嘛？即係年青有活力，即係好似兩個都贏咁。好啦，跟住落嚟咧就係咁啊，見到兩個候選人啦，咁啊中間就呢度就係介紹兩個候選人啦，嚇。咁就另外咧就係打開呢個待業先精彩啊嘛，待業啦，呢個咧就其實我哋成個主題嘅個文宣咧就係講我哋過去喺議會裏邊咧，對嗰個政府嗰個監督啊，咁就當然就包括嚟嘅。你睇到就因為我哋揀咗部分嘅官員出嚟嘅啫，咁就其實我覺得都漏咗個司長嘅，有一個司長一定要鬧嘅啫。今日我喺法庭都鬧佢嘅袁國強嘅，咁但係我哋冇位啦，係咪？咁呢個係我啦，跟住第一個就係呢個689啦，跟住林鄭月娥啦。陳茂波同黑劍啦，仲有黎棟國啦，呢啲都係經常喺議會俾我鬧到狗血淋頭嘅。咁其實除咗佢呢幾個咧，仲有張建宗啦，好多個嘅，其實係係嘛，即係鬧得最緊要嗰幾個啦。咁入邊其實主要嘅內容就係講我哋即係過去喺議會裏邊對呢個政府嗰個監察，咁就好簡單咁樣即係將我哋啲過去嘅政績啊，咁當然一份咁嘅文宣啊。個篇幅又有限，咁篇幅有限嘅意思咧就係我哋要慳錢啊嘛，係咪？咁而家就咁印都講緊要10幾20萬，係咪？咁好似我哋以前做嗰啲文宣一本書仔咧，講緊淨係印刷費都幾10萬，係咪？即係呢個係非常之高昂嘅呢一個，即係喺個選舉經費支出裏邊咧係一筆好大嘅支出嘅，所以我哋今次咧就用一個比較簡單嘅嚇。咁個理由就係因為我哋係現任議員爭取連任啊，咁我哋係有政績可以俾人睇到嘅。咁而家你新參加參選嗰啲人咧，你講意識形態又好，講理念又好，你真係要講好多嘢嘛，係嘛？咁所以我哋就唔會做嗰啲即係繼續喺度講意識形態嗰啲嘢嘅。咁第一次我出嗰本咧，就直情係一本小冊子嚟嘅。咁嗰本就當然就用嘅錢好多啦，係咪？嗰陣時我記得好似8-9毫子一本嘅。咁印40幾萬份嗰度幾10萬嘅，咁今次咧就比較簡單啲。咁當然咧，我喺呢個節目度都講過好多次，今次呢個選舉咧，即係參選嘅人好多，咁又有呢、這個超級區議會，即係立法會嘅區議會功能組別二嗰個選舉咧，咁佢係全香港除咗傳統嘅功能組別嗰20幾萬選民之外。其餘你係即係都係可以納入呢個超級區議會嗰個功能組別嘅選民，咁講緊咧，即係登記嘅選民都即係有成300幾萬嘅，咁然後投票嘅人數當你一半都100幾萬，咁於是咧就佢哋都要印百幾萬份呢啲文宣，咁就每個區，因為佢全港噶嘛，咁即係每一個選民咧，即係除咗傳統嘅功能組別嗰20幾萬選民，每一個選民都會收到佢哋一份文宣。咁佢哋嗰份文宣，如果佢係有個政黨，佢就會擸佢個政黨嘅候選人嗰啲資料落去。咁所以我哋曾經為此咧就去司法覆核，認為呢個唔係一個公平嘅選舉。因為如果你民主黨、民建聯或者你有參加超區選舉嗰啲嘅政黨咧，佢可以喺佢嗰個超區嗰個選舉文宣裏邊就印咗佢各區
嗰啲直選候選人、地區直選候選人嗰啲宣傳資料喺度嘅。咁佢自己本身又有一份咁嘅免費人文宣可以入屋，咁佢咪即係 double 咗啦，係咪？咁對於我哋嗰啲淨係齋係參加直選就冇其他即係。人去參加呢個超級區議會選舉，扭唔到你嘅，咁呢個係咪唔公平先？咁我哋去司法覆核，咁但係結果輸咗啦，係咪？咁所以基本上咧都唔係一個即係公平嘅選舉。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呢啲咁嘅文宣咧，大家諗下，嗱，我哋就簡單啲啦，係咪？又希望環保啲啦，係咪？譬如九西咁十六張名單，咁佢係咪要有十六份呢啲文宣入去一個選民嘅嗰個信箱嗰度入去？另外咧？現在這個超區有多張名單加上九張那裡有九份文宣加上這裡即是25份塞我信箱裡那你說那個選民是不是真的那20多份文宣都可以看完呢這個就真是一個問號所以那個文宣設計呢很重要你怎樣可以吸引到他會去看呢這個是一個就是在那個就是選舉宣傳裡面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要考慮的地方咁有啲選民就可能好收到佢就劈咗佢，佢都費事拆，咁哇咁多份係嘛？咁另外由於呢個政府譬如郵政局，如果佢配合你唔到咧，你一次過堆曬落去人哋個信箱度，塞到滿，咁佢又有税又有呢、這個電費單啊、水費單啊、九啊幾銀行信啊，叽哩呱啦會好猛好猛噶嘛？你明唔明啊？會係嘛？所以這個呢個咧，其實對好多選民嚟講咧，其實可能係好厭煩嘅一樣嘢都未定係嘛？嗱，仲有你寄去咧。那個是登記的選民、但未必是投票的人來的嘛是不是我們今天收到有街坊已經拿封信來呢即是你可以斷住戶由即一戶人那些名字寫下去、寄一個給他的嘛他就告訴我們頭那個是他後面那三個人他不認識、那我們已經即刻就寫一封信選舉事務處投訴了先啦喂人家住在那裡都不認識後面那些人是什麼人來的那這個可能日後才清算他啦我們這個情況其實很普遍你知不知道你係查無可查嘅，你有些人就會拿出嚟咁，哎，一睇呢啲人冇關咁，過去都有很多呢些投訴啦，係咪先？咁即係亦可能係有中票啦，係嘛？或者人登記嗰個地址根本佢都冇喺嗰度出現啦，亦都有些人可能登記咗個地址之後佢又搬咗啦，係咪？咁又冇轉地址啦，諸如此類等等啦。咁所以呢個其實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嚇。咁所以我哋成日講，譬如台灣咧，佢冇選民登記嘅，係嘛？咁佢嗰個又比較簡單啲，咁但係我哋香港有個選民登記制度，咁而家登記咗個選民講緊300多萬，每次去投票大約一半左右，係嘛？咁都係得100多萬啫嘛。咁即係換言之，收到呢一份文宣嘅人唔係個個去投票噶嘛，係嘛？咁所以另外一個角度，我哋就咁睇，我哋希望呢啲文宣可以吸引到嗰啲唔投票嘅人去投票，係嘛？咁但係如果你靠主流媒體喺個選舉期間做嗰啲選舉論壇，我又覺得個意義不大嘅。如果你問我，當然有很多人很緊張的選舉論壇。如果你問我，我幾乎是不去都得嘅。我覺得係咪？我做多兩集節目咧，可能個效果仲好過你去做一個選舉論壇。譬如你聽下電台那些喂講成個半鐘頭、兩個鐘頭都好啦，竟然每個人加埋唔夠3分鐘喎。咁你3分鐘可以講咩咧？我哋呢個節目個半鐘頭係咪？你話俾我聽，3分鐘可以講咩？你有咩生逼嗰3分鐘可以？這個節目是可以不止個半鐘頭的我會問你一樣你做幾長都得㗎，冇問題㗎。OK， 我做幾長都得，咁但係我最多做個半鐘嘅啫。今晚就一個鐘。我最早係做過一個鐘嘅，即係從初2007年開始做一個鐘㗎，阿哥係咪？但係嗰陣時一個鐘係冇你老人家喺度做啊嘛。係啱。係我一個人唱獨腳去做一個鐘㗎嘛，係咪？係好淒涼㗎。咁而家你有得唞氣啊嘛，咁仲有個近喺度，係嘛？雖然阿近講嘢唔多啫，咁有時我焗佢講，佢都要講兩句，等我唞氣㗎嘛，係咪啊？咁有時有啲意。你很有興趣講的我又可以唞下氣嘛雖然到現在為止15分鐘我都講了12分鐘是一回事是我講回這些文宣其實就是作用呢你說它不大都可以的就是看你那個文宣的內容所以我們譬如我和台長呢大家都是做傳媒出身的我們經常強調就是個 content 就是 content is king你又做網台節目，我又做咗網台節目。點解你嘅網台節目冇人聽，我哋嘅網台節目有人聽？你內容最緊要啊嘛，就係、是、其他啲主流媒體都係嘅，係咪？咁另外一方面，而家啲主流媒體喺報導選舉方面咧，又非常之唔公平噶嘛，係咪？即係等於呢個梁天琦新界東補選嘅時候，我咪攞住張大公報喺度鬧咗半個鐘咯，係咪？成版封面都係講周浩鼎嘅，咁你選舉嚟噶嘛，大佬係咪啊？喂，我哋呢啲新媒體冇得講啦。嗱，我哋擺明居馬就係幫葉普成宣傳嘅，係嘛？即係等於近時我哋寫文連人力時代，咁我哋個網台都係幫
即係呢一個政黨去宣傳㗎啦，呢個肯定嘅，擺明係一個即係喉舌嚟㗎嘛，係咪？咁但係我哋啲新媒體嘛，咁你嗰啲主流媒體號稱哇，我係即係全港性㗎，我要客觀、公正、持平，結果一啲都唔持平。其中一張就係《蘋果日報》啦嘛，係咪？《蘋果日報》係一面倒幫啲泛民主派，然後就打擊啲本土派，係嘛？以前就打擊啲激進派，而家就打擊啲本土派。好似最近即係話呢個陳浩天。公開講話唔會推薦葉寶成嘅人咁，跟住陳浩天咪出咗個聲明話佢報導不實咯，係咪？咁陳浩天係我哋 My Radio 嘅主持，係咪？咁佢喺嗰個港獨集會之後，佢講嗰啲嘢，主要就係考慮到嗰個即係選舉條例嘅問題，係咪？佢唔適宜去推薦即係其他嘅候選候選人，佢只係提出話。你就支持獨派咯，最多就咁樣講呢樣噶嘛。咁佢冇指明話支持邊一啲團體啊，唔支持邊啲團體。咁但係你都要夾硬嚟製造就話哦，你葉寶成啊，即係而家嗰啲所謂當時得令嘅人啊，包括梁天琦又好，陳浩天又好，唔會支持你哋嘅。咁我老實講，如果你問我，我參加咗咁多次選舉。我又即係領導過咁多次選舉，我搞咗咁多次 campaign， 係咪？我可以話俾大家聽，係咪？如果靠意識形態去贏選舉嘅，香港歷史上係未知有也，除咗個黃毓民。你唔好以為你而家講意識形態你就有得贏，係咪？你尤其是地區直選，你一定要喺地區上邊，係咪？你做咗好多嘢先得。所以譬如好簡單，你就講九西。譚國橋你現在看他好像沒什麼宣傳又不太起眼在互聯網你不太看到他是吧看到他的樣子又好像傻下傻下樣是吧喂大佬他上一屆拿三萬票的他只是深水埗他們的票倉包括李鄭屋村、麗閣村、石結尾區喂他是最多票的是吧那些街坊票是很實的你不要以為、啊、我英俊我英女走出來我就可以搶到他的票是吧你攞唔到嗰啲票嘅，街坊票係好實嘅。我哋喺個地區裏邊咧，個個月有生日會，我哋有地區工作，啲老人家同我哋好 friend， 係咪？喂，呢啲係八年累積翻嚟嘅，係咪？再我哋喺議會裏邊嗰個政績，係咪？所以你如果純粹靠意識形態，你想贏得呢個選舉係非常之艱難，我話俾你聽，係咪？包括嗰啲而家認為啊，港獨而家當時得令啊，咁啊邊個一？之後陳浩天幫邊個抬轎，梁天琦幫邊個抬轎，嗰個就贏，係咪？我可以話俾你聽，事情唔係咁簡單，即係都係要靠自己。而家落街或者喺地區裏邊直接去接觸啲選民，係咪？喺呢個所謂 campaign management 嚟講，我哋叫呢種叫多脱多，係咪？呢種選舉，尤其是最後呢兩三個禮拜，先至係最有效。係嘛？另外就係呢啲入屋民選，係嘛？好啦，選舉論壇、電視台嗰啲，嗰、那個係大混戰嚟嘅。譬如你新東25張名單，所以我而家對啲民調，我真係一個好大嘅問號。呢、這個你拎個電話佢問你，又噏25張名單俾你聽，你支持邊個？咁你梗係最順口噏嗰啲熟口熟面，嗰啲名字比較熟悉嗰啲㗎啦，啱唔啱啊？個問題好大鑊㗎，因為、啊。冇人知咧，你係拎嘅電話，譬如講條名單，究竟你係講個黨嘅名先啦，定個候選人嘅名先啦？可以差好遠噶嘛兩個嘢，因為有啲你知啲黨揾啲新人出嚟，個名字都未聽過，但係佢繼續會選贏嗰啲咧。所以個鋪你一定係嗰啲知名度高嗰啲就會擺喺前邊，一定係咁樣噶嘛。我甚至懷疑我連個名單未聽曬，吸咗佢錢先。啊，邊一區會咁樣？新東。新東咯。啊，咪新西都係噶啦，廿幾歲咪咁，你揸住喺度讀咁啊，讀俾佢聽啊嘛。我而家問你幾個問題係嘛？咁啊，第一個咧就係嗱，而家新西咧有25張候選名單，我而家讀俾你聽係嘛？跟住一間你就答我咧，或者佢撳掣啦，係咪一字幾多字啦？嗰啲我未聽過啲電話啦。喂，大佬噏得個20多張名單嚟，你點記啊？葉劉淑儀，喂，係人都記得佢啦，大佬。啊，梁美芬啊，老鼠芬，啊 P 圖嗰、那個，係人都記得佢啦，係咪？咁啫嘛，其實係嘛？所以呢啲民調咧，即係我成日同即係有啲，譬如話民調排得比較低嗰啲人，我同佢講，佢係需要一段時間碌下碌下，碌到最後，到選舉前嗰幾日咧，嗰啲相對就比較準確。我話俾大家聽。譬如好似我咁，每次個民調都係好低，係咪？
咁但係當然而家就一定係喺前邊啦，就因為我啲人太熟悉我啦嘛，隨口噏個名字，即係你噏咗炸十五張名單嘅名字，咁佢梗記得啊，黃毓民啊咁。咁你好憎我嗰啲咪話唔支持我咯，即係咁樣係嘛？咁但係佢唔可能唔知道黃毓民啊嘛，係咪先？阿蔣麗雲啊，咁實知啦，袁秋係咪？梁美芬啊，咁係咪先？咁毛孟靜啊，咁呢啲成日喺電視都見到嘅人係嘛？所以有啲新人咧又唔好太過緊張，即係呢一個所謂民意調查啦，即係總之自己要勤力啲落區做嘢啊，最緊要嘅嚇。葉普成嘅團隊咧。我可以咁講，喺香港咁多政治組織裏邊，係最早就呢一個選舉工程，即係然後開街站。到今日為止，我哋嘅街站嘅數量平均每一區都維持成二十個左右一日，係嘛？咁到最後嗰兩個禮拜，梗係唔知啦，係嘛？咁所以即係變咗啲手足咧就會好辛苦，係嘛？咁但係距離選舉九月四號咧。其實仲有三個禮拜，廿零日啫。咁啊，都係喺度倒數緊嘅。咁大家都要一人行多一步啦，咁先至可以有機會嚇。咁尤其是九西，你有六席啦，係咪？咁我哋呢張名單有兩個人啦，租同學啦，係咪？咁當然我哋嘅理想就係希望可以攞到兩席啦，係咪？咁攞到兩席要幾多票咧？大約七萬票到啦。七萬票差唔多。啊，因為你第一個跨過門檻要四萬松啲啦，係咪？但是這個我想49萬呢，如果你投票率是 50% 呢，就為24萬人去投票啦。咁你六個位呢，六除24，即係嗰個當選門檻第一席係要4萬票。咁由第二席呢就要同其他嗰啲人嚟分啦。咁所以佢哋而家有啲民意調查呢，就話呢個梁美芬攞 27%， 所以佢可以攞到兩席。他拿到兩席真是發夢啊，夢可以發啊，我也說到發夢可以發他上次是第五席排第四即是都很問不知道排第五還是排第四的，他是四的，最後好像毛孟靜，不是毛孟靜高過他少許，差不多，其實差一二千票，他差一千票跌下去，那拿兩席呢，其實可能六萬八都都得偷雞啦，咁就要七萬。二萬八個，其實個當即係個門檻最後嗰席可能去到兩萬幾嘅喎。如果你啲票拆得散嘅話，係去到兩萬幾嘅喎。你譬如假設尤慧晶可以攞啲，劉小麗可以攞啲咁樣，咁拆拆下就會拆散咗嘅喎，係咪有呢咁嘅情況出現？咁但係我自己估計咧，現任嗰啲連任嘅機會係好高嘅，係咪呢個又？所以九西其實就那個選情比較穩定一點的，跟九東都是，九東其實六個人爭五個位，就跟上一屆一樣，一個民主黨，一個公民黨，一個民建聯，一個工聯會，加個謝偉俊，再加個黃洋達，六個爭五個位。咁上次黃洋達輸千九票，咁今次我覺得他是有機會贏，究竟是黃國健輸啊，定係謝偉俊輸啊？抑或是民主派其中一個輸咧，咁就即係要睇未來嗰個形勢嘅發展啦。咁我哋呢個區咧，就即係當然我哋個目標咧，就希望可以攞到兩席啦。咁又有一個打算，就係如果萬一俾人拉去坐監，咁即係阿租就可以做啦。你個政治檢控嚟嘅，係啱嘅啱嘅。其實我真係諗過呢個問題，即係咁啊！嗱，即係咁有幸，即係因為你嘅不幸，我嘅比較幸先嘅嘛。咁其實對我嚟講係一樣冇所謂。唔係喎，唔係喎，好事嚟喎。咁我哋發動五區公投之後，咪選翻你入去咯。嗱，又係喎，真係。係嘛？咁你選到五個就係啦。咁咪又向住五個呢個目標邁進。我哋趁住呢個即係話題開咗，你講一講話而家嗰個檢控嘅形勢大概點樣？其實今日咧就開始咧，即係我嗰件案咧又即係要又審啦，咁就開聆訊咧，應該係我哋用嘅字眼嚟叫聆訊啦。咁就而家係輪到所謂辯方案情，咁按照嗰個司法嘅程序咧，就係我要喺法庭作供。其實我又可以選擇唔作供嘅。咁如果你唔作供，咁你個證詞喺邊度咧？因為你要喺法庭作供，你講嘅嘢先可以列入呢個證據噶嘛，係咪？咁另外，我今日提供咗42份證物啊，包括啲剪報啊、影片啊，我今日就係噏呢啲嘢噏咗一日啦，明唔明？
跟住下一步咧就係辯方可以傳召證人。咁我今日同法庭講咗，我唔會傳召證人。原本有六個證人，法庭出咗呢個傳票嘅。咁我話我唔會傳召啦。其中一位咧就係運房局局長張炳良，我覺得佢都係奸嘅。咁我揾佢做辯方證人咧就好戇居啦。咁所以我又唔會傳佢。咁另外嗰五位嘅立法會議員咧，就我認為而家係選舉期間，佢哋都要忙於選舉工程，咁啊費事煩佢啦，係咪？咁我自己又要選舉，咁所以咧就我唔會傳召呢、這個辯方證人。咁但係我就會喺我作供完畢，咁由控方盤問我完咗之後咧，咁我就會進行呢個最後陳詞。咁而家我預備咗個最後陳詞咧，大概五萬字到啦。咁五萬字嘅最後陳詞，我諗我都要噏兩日。咁所以跟住落嚟就係最後陳詞嗰部分啦。咁聽日咧就係控方可能仲有啲問題要問我嘅。咁佢話佢今日同法庭講，佢最多仲有五分鐘嘅啫，要問到咁樣係咪？咁今日佢都問咗我一個鐘頭嘅，咁問咗一個鐘頭，大家俾我鬧咗半個鐘到啦。咁聽日問五分鐘係咪？咁就基本上我就可能回應少少，咁就第一個階段就完，咁我就會向法庭申請咧就押後，全句後先至做最後陳詞，即係防止佢爆音讀，係你明唔明？咁佢今日未批准，佢聽日等我哋聽日完成咗第一個部分，咁佢先話俾我聽啊，即係會唔會即係俾我呢個咩咯？係咪？咁呢個係個程序嘅，咁案情嘅內容咧，我哋就梗係唔講得啦，係咪？咁即係當然啦，呢個成功案件嗰個審訊咧，即係如果佢可以俾我押後到九月四號之後咧，對我嚟講就比較好啲咯，係咪？咁大致嘅情況就係咁樣，咁就聽日等個法官發落，俾唔俾我申請押後？批唔批准我申請押後？喂，但有冇可能呢個審訊咧會即係嗰個時間拖延到令到你嗰個選舉嘅工程要褪到好後先能夠全面展開咧？唔係，咁而家就係如果佢批准我押後，咪冇事咯，如果佢唔批准我押後，咁我諗都係大約即係兩三日就要完成啦。咁但係問題就係佢要判啊嘛，咁所以即係安全起見就可以押後最好啦，咁當然我哋喺節目裏面就唔可以講案情內容，更唔講，就係咁啦。OK， 咁我哋休息一陣。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別再沉默的控訴，路軌中太多煙與霧，自由的快車駛進風暴，被迫遵守那巨人的制度，看透時代的變數，狂野中要堅守態度，若然修剪它可看到去路，何必不表態，何想與自由共舞，人民於國土裡舞蹈，仍找得到落雨路，人民都可以攜著信念讓城牆傾倒，眾生已平等，群起將所信的正，人和人的遠景交織了如明亮大鏡，讓火車駛往自由的小徑，那裡有更美風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勝。人民於國土裡舞蹈，仍找得到落雨路，
人民都可以攜着信念让城墙倾倒，做生意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让火车驶往自由的小径，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众生以平等群起将所信的正人和人的愿景交织了如明亮大镜，让火车驶往自由的小径，那里有更美风景，人民都可以，人民都可以得胜，人民终可以，人民终可以得胜。